咱那在讲，伫这段时间有哪是真济，这里头乡亲要倒转过年的时间，啊，唔过伫这里头又搁出现了大瀑布的状况。这是透早伫金门妈祖出现了这大瀑布，看的挺多啊，真正是看袂清楚雾煞煞啦。所以这陪金门加这啊妈祖这南竿北竿的航班啊，今仔阵啊会知啊怎被迫取消，或者是有耽搁，所以今仔一透早这台北松山机场人都差了。跳云摆长长，金门大梦一透早航班不是取消，就是满分。九点以后总算是恢复啊，不过今日登机的旅客火气是愈来愈大。现在变成说七点的飞机已经托运了，我们8:45的要过来托运，那后面的以为他们时间到，他们要来托运啊。他已经跟他们讲说要分清楚，要讲哪一班托运，他们不讲嘛。万分的旅客全部拢客做伙，敢是托运行李得爱等几点钟，后半名单嘛排200几号，唔念金门安尼，下仔啊飞马祖南竿，啊个有北竿的班机嘛拢去予大梦拍乱啊。松山机场是客甲满满，有人等甲困去，有人上网路度时间，因为安尼状况，逐年拢会出现。我们是十点了，可能会排很久吧。有心理准备了。因为早上就看气象说有浓雾啦。所以基本上都是浓雾不能起飞。好佳在九点以后航班陆续恢复，等候的旅客中岛进前应该拢会当顺利返去。不过气象局预测，20号下仔也嘛有可能大大忙，到时阵旅客有可能搁较侪。民航局嘛已经准备好应变的方案，会安排旅客去坐船，若是也无够，会亲像去年过年协调军方出动军机来载旅客。记者林廷禄、吴家宝代表报道。